女星裸穿透明外套，网友惊呼点点见客了。艾米丽身材姣好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4月21日。女星艾米丽·拉塔科斯基 Emily Ratajkowski 因在电影《控制》的亮眼表现被台湾观众注意，她完美的雪乳及纤纤小蛮腰搭配甜美长相，宛若天使一般，尤其微翘丰唇仿佛时时在笑，加上迷蒙眼神，经常电得粉丝不要不要的。他近日在 IG 分享身穿透明外套的裸照，网友惊呼点点见客啦。只见照片中艾米丽慵懒了倚在墙上，眼神放松看向镜头，性感的丰唇微张，戴住淡蓝色大耳环的她穿住透明外套，胸前若隐若现，十分吸睛。粉丝见状纷纷发文大赞女神降临，胸部太美啦，我想当那件衣服。点点被看光了，这是点点见客的概念吗？太性感了。艾米丽美乳超吸睛，图翻摄自 IG， 2018年4月21日。